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龙欢喜。又到了吃萝卜干的季节啊！你看，这个是我妈把那个萝卜干晒干的，现在把它收下去，准备做那个腌萝卜干啊。腌萝卜干呢很好吃，很脆，很爽口。大家不知道你们那边有没有啊？是我们这边的一道特色美食啊。哇，这个萝卜干，你看很漂亮啊！小时候最喜欢吃这个萝卜干的，现在我感觉要流口水了。好了，端下去做了。来，少了，还没少了，这边烧着火嘞。这是配料：生姜、大蒜、八角、当归跟桂皮啊，食盐。把这些香料炒香啊，我们差了这些两斤左右了，看你这差的一点。要这样不断的累动啊，就把那个香料跟那个盐分垒进去，这样小火慢煎。以前我出去外面打工的时候，都是会带点这个出去吃，配稀饭很好吃，非常香。啊，不是我空了公司，非常的爽口啊！你把这里面的盐呢，放少点。加点辣椒进去比较有味道，因为我们都喜欢吃辣的。现在已经做好了，把它盛在这个雷锅里面。把它压紧了，压紧的话，它的味道会就融进去。是不是我那个蹦干的意思？那意思嘛，不帮我们搬走呗？给蹦住很有实力。烧得这么臭啊！我妈说，就拿这个给我们做菜啊，不用炒菜了。不炒出来意思，那意思嘛，不帮。这个下饭啊，还下稀饭，可以吗？哎，要给我给他跟呢？这个？过两三个来回事了。两三个来回事啊？我妈说这个两三天就可以吃了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边，明天再见了，拜拜。